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好吃的鸡翅。鸡翅我们给它剁成小块，剁好的鸡块放到沸水中里面焯水，放一点料酒去腥。鸡翅焯水后捞出，用清水清洗两遍，沥干水分以后倒入盆中，姜蒜切碎，然后我们再切一点泡椒，鸡翅放料酒、生抽、胡椒粉、蚝油，一勺豆鼓，然后放入姜蒜，给它翻拌入味，可以给它加一点鸡粉，增加它的鲜味。不喜欢吃鸡粉的，我们也可以加入一点糖，给它提鲜。将它码入盘中。我今天的鸡翅我是没有加盐的，因为泡椒里面它有很多盐分，所以我就不加盐了。如果不是用泡椒的话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加盐哦。然后均匀的铺上泡椒，然后将鸡翅放上蒸锅，盖上盖子，开中大火蒸30分钟。我看看蒸熟了没有，蒸熟了就可以出锅啦。这个辣你不能吃啊，你自己的都吃了你就不吃了。